业顾问是做什么的？置业顾问是在售楼处通过现场服务引导客户购买，促进楼盘销售，为客户提供投资置业的专业化顾问式服务的综合性人才。置业顾问有两种，一种是开发企业销售部门自己的置业顾问，一种是开发企业引进的专业顾问公司的置业顾问。置业顾问本身要精通房产的相关基础知识，另外要了解熟悉售楼的循环流程，掌握谈判技巧、话术技巧、产品销售的语言技巧。置业顾问在电话跟进的过程中，运用销售技巧以及销售说服技巧等等，